好的，相关话题来连线军事专家杜文龙，杜先生您好。那中俄海上军演呢，今天拉开序幕，中方派出了包括052B、052C 导弹驱逐舰、054A 导弹护卫舰以及071两栖登陆舰等作战舰艇。那么对于中方的参演阵容，你有哪些观察？中方派出这个作战体系，我想有基本的考虑。我感觉首先要形成一个体系化的布局。因为目前看的海战，无论是联合反潜作战还是夺岛作战，都需要一个海战体系，要夺取制海权、夺取制空权，然后输送登陆兵对目标进行攻击。同时呢，在作战过程中还需要补给，还需要保障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把驱逐舰、护卫舰、两栖登陆舰包括补给舰进行了一个组合，而且水下空中还有立体的配合，说明目前我们把一个袖珍的作战体系在演练过程中展开，对于提高整体作战能力有非常大的帮助。那么这些作战舰艇在训练过程中有可能是按照以下这种方式来展开。首先，驱逐舰和护卫舰负责在预定海域夺取制海权和制空权，为登岛作战开辟各种通道和场所。如果对方有各种飞机包括舰艇介入，可以对它进行攻击，这样让自己的登陆兵部队包括大型的登陆舰更加安全。实施登陆作战还有很多火力支援行动，包括如果对岛礁上的目标进行空中海上立体的火力打击，现在的驱逐舰、护卫舰包括固定翼作战飞机完全可以执行这个作战任务。所以从目前看呢，围绕着反潜、围绕着联合登陆岛礁作战形成了一个海战体系，在其中不同的军兵种、不同的武器装备要承担不同的任务，承担不同的角色。